先造再说。先造一造，先造一造再说。哎呀，今天没找到好地方，就看他们这个味道咋样了。咋办呢？喝点吧。是才饱两顿，你就挑起味道来了。那不是咱出来吃饭是花钱的啊，一定得好味道，要不然钱不白花了。下次换人的时候，进去了先问老板你家味道咋样。哎，肯定要这么吃饭，作为消费者肯定是要这么问的呀。感谢驸马，我们在这个县城不是很熟，所以随便找了一家，十号不到我往死里干你，14号到死角，到不是15号之前到，到了之后呢，我看建飞给我发消息说他15号之后也有时间，我说那咱就一块整点吧。我把那个酒都给你找好了，四九。四九，你看这个乌兰叶怎么样？到时候你整一瓶乌兰叶，标标准准的。我在某宝上搜了搜。欢迎各位兄弟们啊！假一赔十啊，假一赔十，他说的假一赔十。这么多人知道，我看到价格了，刚才。哎呀，必须得整个五粮液有牌面，这样五粮液有牌面。腾哥说的这个，腾哥说的这个弹发的这个弹幕呀，我曾经看到一个类似的段子，说买个什么名牌的鞋，然后假一赔三。到了直接4双，到货直接4双。哎，你好，我们的六瓶，先把我们的酒给我们拿过来吧。是起码得按先后呀，是吧？啊，来的最早，我们来的早，我们啊，我们要你们来的最早，我们来的最早。好，这要的雪花，要雪花，要冰的，给咱们老板说。先来六个。啊，要冰的，肯定喝冰的。然后再拿个纸啊，阿姨。啊，我们也喝冰的，我们也喝冰的。哎呀，必须得喝两杯。昨天晚上，说实话，兄弟，裆也磨烂了，脚也磨烂了，但是昨天就是开心呐。什么？咋了？闪了？下不到，下不到。快价了啊，一块什么八两，一块什么八两。哎呀，今天呢必须不得。明天去，走飞了，昨天走飞了，真的。哎呦，昨天走路走到两个腰子疼。是今天这歇了之后才感觉两个腰子。这老板一忙照顾不过来了呀。
哎，我们在安徽，安徽皮皮，皮皮在不在皮皮？顺顺好，皮皮上次把链也给干了，然后把栅栏干了，好像今天把那个签字也给干了。阿姨你看看后台，你把那个签字给解一下。阿姨你是不是把签字给干了？皮皮，哎呀，啊，今天你没干啊？你没干，都找到我了。没有，今天没动手。就这样，皮皮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，皮皮以后啊，阴阳怪气的人给他封了，肯定要阴阳怪气的人给他封了。然后骂我的别封，带大哥带房管节奏的给他封了。OK OK， 行，皮皮，行。行，哥哥你看看，叫阿姨看看，找到给他解了，解了。我给你那个汤问你，对着床。啊？不用。我给你。啊，我们需要客厅的。哎呦。啊，对，你呀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兄弟们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来，先把这个喝了吧，给大家开心。我是喝的茶，他们这边没有别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们一共是走了7个多小时，中间几乎没有停。没事，骂我的不服，没事，中间没有停。我们拿到，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昨天晚上的事啊。等于八瓶了是吧？拿多少？我说先拿6个。要6个？啊，先要6个。哦，这还大了，我拿回。现在多少个？现在8个。拿多少能喝多少，没事，拿了等拿了。就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昨天啊，昨天我和阿斌，我俩是从。11点开始直播，播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，又累又困又饿，没有吃饭，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，接了我们直播间破房主四舅的一个活，就在这个状态下负重再走30公里。然后呢，我和斌哥我俩都背着包就走了起来。然后呢，中间下雨了，我俩身上淋湿了，知道吗？淋湿了，然后脚呢和裆呢也都磨了，磨得血淋淋的。足足走了7个小时，走到凌晨2点39分的时候，走完了30公里。放点的少糖。啊。要放点，要喝2个啊。我给大家讲讲啊，我们走了7个半小时，走到了凌晨2点39分，走完的。中间呢，四舅在直播间里面5000块抽出了2个，那叫啥来着？千年相守。哦，2个千年相守，1个5000，然后又抽出来了10几个，那个山水相逢，就是抽了10000多的礼物。昨天晚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一窝就有了。之后呢？到凌晨3点的时候，我们完成任务了。这个时候，基本上斌哥我俩坐到地上动不了了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已经没有车了，打滴滴也打不到了，还赚了6块多。打不到滴滴之后呢，我俩呢就裹着衣服在地上坐着，就准备打游戏到天亮了，因为太冷了，也不想跟直播间聊了。那个时候脚又疼，裆又疼。
然后4:10的时候过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拉着兵哥我俩，拉了兵哥我俩不足10公里，要了我们50块，然后兵哥我俩给他吵了一架，没有干起来。再之后呢，已经是凌晨5点了，我们开了直播，蹲在路边，那个时候很多饭店没开门，我俩找了个菜市场，一人吃了一碗面，而且没有桌子。这不是我们的吗，老板？老板，那不是我们的吗？哎，我们是第一个来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是第一个来的，好不好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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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要多了，之后我们就没有干起来。当时直播间观众在劝阻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说你们回去投诉吧，就没有干起来。之后呢，我们俩又去找宾馆，找了好几家，因为宾馆呢，你如果从6点之后住，算是第二天的；6点前住，算是第一天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找到宾馆之后呢，凌晨5:40多了，那个时候斌哥我俩就真的就心态就崩了，就把直播间关了，所以说今天休整一天。昨天就这么情况，希望大家理解，因为我也给你们看了，兄弟，就是那个脚的泡真的好大，那个裆都是血淋淋的，就裤子一脱一看吓人。吃吧吃吧，斌哥。先吃吧。附近有没有卖饼的？这个卷饼。来，然后他这边面直接搞两块。你要不这个炒面啥的，兄弟。嗯，味道不错，确实比单独的辣椒好吃。嗯。经验，下次就这样吧。你说了那么多，重点没说呀。啥？昨晚我们最后一顿饭是2点吃的，昨天下午2点吃的饭，然后一直走到12点才在一个加油站买了点东西吃，就给了50，就给了50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价格，所以今天我在投诉他。哎呦！肯定啊，是人都离不开吃呀，兄弟。晚上当时我讲，要不是我开的直播，我早 K 他了。你还得感谢我劲大呀，我已经拉住你了，换个劲小的都拉不住。后半夜难的，真的是见者伤心，闻者落泪啊！直播间很多观众在凌晨4点多时候，他们都在直播间里面哭。两个呀，我们两个呀，两个两条鱼啊，两个啊，两条鱼，两条秋刀呀。啊，对，就两条，劈开了，劈开了，劈开了啊！昨天那个出租车太难了，那个脚呀没走一步，兄弟，没走一步真跟踩在刀刃上一样，但是熬过来了，兄弟们。所以说今天休整一下，我发了个鱼吧，就怕别人误会。我想了想，昨天收了10000多的礼物，好开心啊！不过，那个时候苏秋睡觉去了。我操！0.02的几率呀，0.02呀，暴击的几率呀，投两个，我操！嗯，味道不错。妈妈心疼，哎呀！我再给大家说一件事啊，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在吹牛逼，但是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
我再给大家说一个事，兄弟，真的不吹，在2019年我第一次坐一路风尘的时候，就是我在出发前我做了一个梦，好像是一只小狗在跑，然后呢我就追这只小狗，我做了个梦啊，然后呢就是在梦里面我到了一条小河边，里面很多鱼和虾，然后第二天我就坐一路风尘，就碰到了一个叫北外滩吴亦凡的，就是四舅，然后呢我就赚了一波，就是在昨天我收10000多的礼物的时候，前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斌哥我俩干塘的时候，在那个塘里面出现了一条2-3米长的彩色的鱼，好大的，就是后来我睡醒之后，当时我都想了，今天肯定有大哥要刷礼物的，肯定有大哥，知道吧，后来我给忘了，我操，昨天晚上4-9000一冲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我一看，我操，一幅画啪打开了，先前销售2个，不是不是狗是你啊，四舅，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真的准啊，真的准啊，有时候这个真的准，昨天我操，我一看不是安仁猛哥，就我这么走，我一看，我操，一幅画啪就打开了，我操，我一出一个知道吧，然后一看乘以2，我一看榜，我操，10，喝点喝点兄弟，来咱跟四舅喝一个，哎呀，来阿四来一个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有的懂有的不懂，是真的，我昨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有预感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有预感，不是四舅啊，我有预感，但是我真的，我真的好准的，但是我没想到是出2个，我操，没想到这么高，我觉得最多出个1000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在古代肯定是空气，等垃圾包倒吧，垃圾包倒。是鱼吧，兄弟？风浪越大鱼越贵，不过该说不说。也给你们看了，我再形容一下，兄弟，形容一下啊，一把小刀，慧姐，别的主播都飞上海了，我还要一路照顾你吃喝，不是，说的确实对，这个我们今天吃的那就昨天是就补的呀。就是一把小刀照着你的大腿两侧，就这么滑滑滑滑滑滑滑，现在我裤子一脱，大腿两侧就是那个样子的，疼啊兄弟，真的疼啊，过年了过年了，昨天晚上2:43走完的，好像是。你尝尝面筋，比别的地方好吃，就这个是吧？哇，兄弟，吃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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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鱼巴了呀，兄弟！所以为了感谢1直以来四舅对我们的支持，那得多吃点。不，今晚我决定吃完之后徒步到上海。啊？喝多了，那不行吧？味道不错，别的烤的好吃。来、啊，就兄弟们一个，感谢兄弟们。感谢昨天晚上一直陪着我们到6点的兄弟们，啊，人不少呢。昨晚6点的时候，直播间里面还有他妈200多个组，6点的时候昨天。
不是我不说就没有，我俩走的同样的路，他说了不就代表我也一样吗？明天十二点之前不到南京，我看一下公里数，多远？看多远？250，哎呀，250好说。我们今天喝完酒之后，我们5-6点的时候就出发，能到的，能到，能到，能到。哇，300啊，250是直线，300能到的，斌哥。他说多少多久啊？12点。明天十二点之前，不是明天中午上十二点，哦，晚上十二点，哎呀，那能到的，能到，不用打车，不用。明晚十二点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好嘞，好嘞。放心吧，我们说了，余额只骑小黄车，还要出市区，兄弟，放心。能骑小黄车也不错了。明天的不是兄弟，我现在坐高铁去上海也够。但是，阿珂说句实话，我节目还得做，这是第一点。而且做节目得多拉拢拉拢你们，因为经常播直播间的观众确实是，现在是够啊。确实是能够人气会多一点，礼物会多一点。所以说兄弟，你必须该赚钱还得赚钱的，你这啥呀？时间够，时间很紧张。明天十二点，哎呀操，那便宜也走不了呀。辣椒好吃，一手一串。我觉得四舅你看不起我了，我1公里不打，不是，我1公里不打，明天到不了南京，我天天住桥洞，晚上12点前，我有1公里不打。不是300张卡 ，OK， 我1公里不打，路过城市我骑个小黄车，300张卡 ，OK， 明天到南京，你放心，我们无限接无限打，摩托车、三轮车，你兄弟们所有人为证，明天晚上12点前我到不了上海，我天天住桥洞，我给四舅。说一个事儿啊，昨天晚上的真事儿。昨天晚上大概是11点了，我们在路上走着，然后走着走着，我看见对面过来2个人，那条路上压根就没见人，我以为是过来找事的，结果走进来一看，一男一女，男的帅气，女的漂亮，拦住我了，是不是开奥迪的那个？对啊，奥迪哥嘛，拦住我了。我当时一脸纳闷，我说我这么壮你敢找事儿？但是只是心里想的没有说。然后呢，大哥一奥迪哥呢一开口就问我，是不是打不到车了呀，我可以带你一程。然后人家当时是因为是路上车也不方便倒车，人家是车停在前方之后步行有大概就是40-50米那样回来接我了，回来问我了，然后我就说我们正在执行任务，不能坐车，奥迪哥走了。这边的人好心成这种程度，是叫你说
人家开的奥迪啊，哥。那现在越有钱，为了两个钱嘛。还叫你腰子啊？哎呀，腰子隐隐作痛，昨天走的了。不要钱，那是不要钱的，不要钱。那老板，我们这样子，方便我们吗？帅哥叫一个帅，那美女叫一个靓。来喝点，喝点，兵哥，今天喝点，喝点，喝点。咱俩真不一样，咋了？昨天晚上你说了种种的难，你就是没说，没吃东西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最难的就是没吃东西。哎，那边那两个妹子挺好看的哈、啊，那个穿裙子的，在一起少看两眼。知道是奥迪。不能一边聊天了，心里太阴暗了，搞得辣椒吃。哎呀，昨天真难熬呀，特别是三点半的时候，兵哥我俩几乎是崩溃的。那个时候又冷，身上又湿，兄弟又打不到车，哎呀，真的，就差我俩抱着哭了。当时到最后都要坐那里打游戏了，完全放弃了。到最后说没办法了，观众说那个时候有人一直说，那打不到，那你俩坐在这边稍微打扰游戏，然后到五点都可以了。兵哥，我俩都准备双排呢。然后突然过来个出租车，真的昨天晚上太难了。后来你们睡着了，四舅也去睡去了。哎呀，不过昨天晚上的四舅那运气是真好。后来那个神秘屁哥又200干了一手，他啥也没出，一张卡都没出。这后来屁哥干的时候一张卡都没出。来吧，再给兄弟们喝一杯。我们今天是第几天了？感谢兄弟们一直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。我们是4点左右打上车的。来，再给兄弟们喝一杯。不到3点就走完了，5点走完了。我还以为被撞了，那不会，那不会，那不会。我小妹妹，不知道，没见今天。哎呀，真香！真香！是，那还得感谢四舅，不是四舅出的这些礼物。真没钱吃东西，真没钱吃东西。来，等一等，看一看，等一等，您看一看啊，100元、200元、200元、400元啊，有两个人吃两个盆啊。按摩就不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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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个针敲一下就行了。咱也想不到那服务兄弟。哎呀，此时此刻斗鱼啊，兄弟，我越来越想着，还是我阿珂爽呀！哇，感谢哇！我操，是这次亏了亏了！哦，不要，是感谢感谢感谢石油的平蓝三水相逢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出了一个哥，一个出了一个，还有6张卡啊，6张卡，6张卡，石油多少钱？26。十多钱，十手十多钱，26，10手20万，10手100万，真的省了，省了，已经赚了。此时此刻还是我阿珂爽呀！20手10块吗？是，哇，赚了赚了，哇，就两，你别超四角，200的跟20的应该概率一样的，不一样，200，
两个平蓝箱忘了，两个了。亏了。四九，这次亏了。我们的吃吃喝喝，不是四九带头玩的这个抽奖，那必须得再给四九喝一个。入的余额那根本降不下来了，降不下来。昨天我有个房管给我说，阿珂，你和斌哥你们昨天出了10000多的礼物，有人又有意见了，说什么啊，你让大哥抽奖。我说我们是靠辛苦的，我们脚都磨破了，那大哥是支持我们，我们又不给我们，我们又不是说什么什么抱抱抱之类的，我哪有什么嘛？我说我就不要脸要礼物的，我就是个这样的人。两个，不会，脸与礼物不可兼得。我们又不搞什么套路，就最多了做做节目，然后不要脸要点礼物而已。所以赚钱的这种原罪。哎，我昨天的赚了10000多，兄弟。哇，感谢我石头哥哥，四手出了三个卡。石头哥哥最近运气有点差呀，感谢石头哥哥，感谢我石头哥5张卡。哎呀，我不嫖大哥，我不嫖。我是说吧，就这一路走来挺难的，兄弟，想了想户外到现在，哎呀，抽根烟，哎呀，还是我狗啊，兄弟。不是，我想想还是我狗啊。我觉得石头哥，感谢我哇，感谢我所有的潘多拉魔盒100个呀，然后出了个戒指。石头哥，我觉得真的啊，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。这100个潘多拉魔盒好像是一个10块，一个是1块，100块就出了个戒指。我觉得我最大幸运就是认识你们，真的。认识四舅，认识石头哥，认识用户哥，认识阿姨，认识孟哥，真的，我最大幸运就是认识你们，真的。可开心了，你们说咋办呢，兄弟，都心里可开心了，我操！感谢小路手的亲喂啊，就觉得可开心了，兄弟。开心就多喝点。斌哥，我俩这咋说呢，兄弟？我俩其实有一腿啊，不是，就那个意思，就说。是，哎呀，我俩这关系咋说呢，兄弟？其实你不要脸，我还要点儿。你这事儿没有我们这些只会陪伴的铁公鸡，在整个斗鱼，在我最巅峰的时候，我都说过一句话，我说感谢石头哥的潘多拉魔盒。我说斗鱼能刷钱的大哥，永远是斗鱼的真金白银的客户。斗鱼那些白嫖的铁公鸡永远是基础。